守月，我愿与你相约，同甘苦，共进退，长相厮守。琉璃，你是我最爱之人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你身后都有我在。得让库迪琉璃知道我的手段。雨奴见过郎君。大长公主是想借此离间我们夫妻的感情。放开我！放开！此人私闯内院，是来与他私会的。为了谋夺我们的家产，那大长公主一定会用尽各种险恶的手段。今后家中事务，你放心交给我便好。你只管专心朝堂国事。朕命你后世即刻去西周赴任。我们要去的乃是大唐最凶险之地。为我屈家荣辱，除掉裴行俭，不可让他活着从西周回来。向西周征收200,000担粮草，若是征不得，杀无赦。还真是步步为营。要如何才能破局？裴长史不会不顾西周百姓的死活，请你们相信长史。我只想守护这个安宁。为了西周，同心协力，同进退。早一天设计出这弹车，对西周百姓来说是莫大的好事。国家富强，百姓安康，乃是行俭一生的志愿。但愿花长好，月长圆，有情人都能长相伴。守约，有你，有家，真好。